刘德华先生。你用好，非常好看，好不好？没有，我是心疼你们辛苦。不用心疼，不用心疼。是。对。好，我们先请刘德华先生说一说好了。我拍了一部非常舒服的电影。真的吗？一点都不累吗？非常享受。是你这一回呢，是兼顾了出品人，你既是出钱的老板，你也监制，然后你又参与演出。对。你要带给我们的这一部香港的警匪片哈、哦，到底你要呈现一部怎么样的警匪片呢？你原先设想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娱乐性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就希望大家看了不要太大的压力。就是去看，那里面有很多可能在动作啊，在所有的production上面呢、啊，会希望可以达到，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这边，大部分的人跟我们说都是，哎，我们都是看那些 Hollywood 的电影啊，这样，所以在制作上面呢、啊，在所有动作上面的水准呢、啊，希望可以靠近一点点，是，对对，然后在整个故事上面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的。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啊，香港的警匪片是出了名的，之前有太多经典的好作品了哈。那这部跟其他的警匪片，你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作为一个监制跟老板的角度来看的话，比他们好看。我相信，我相信，是。比他们辛苦，对啊。啊，是，绝对是。其实我想哈、哦，林家栋先生。这次在这部电影里头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陶成邦这个角色，你享受这个角色？我当然，我当然享受。说什么？投资这么大呀、啊？我的老板付那么多钱去拍这个电影，我当然享受。老板不在的答案会是什么？特别是在戏里头，就只有我一个能够谈恋爱跟姚晨，对不对？其他的男生都没有，就只有我一个，我当然享受。你看你老板对你多好。当然了，他过去经常谈恋爱嘛，拍什么电影也有女生在旁边，我都没有了，我就那么多年只有几次能够女生在我旁边，很久了，对不对？对。所以刘德华当初跟你说，林家栋，好，我们来拍这部电影，你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有感情戏吗？这个当然了，他是一定要床戏，不得解释。他说有没有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拍，是，拍完剪掉也没关系。是，其实林家栋先生哈、哦，这个的电影道路上面啦，刘德华先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没错，是，因为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就是我刚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明白，在电视台的时候什么都不明白，刚出来的时候全都是他叫我什么什么要怎么做，全都是在教我的。是，所以这部电影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陶成邦之后啦，首先要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人物？你赋予了他怎么样的一种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这个剧本里头是，这个男生是为爱情付出一切嘛，对不对？因为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些决定是为你的伴侣做一些决定，对不对？是我就是为我的伴侣做一个，很明白啊，是啊，你都明白，明白没有？就是点头，清楚没有？领悟力很高，听不清楚呢。刘德华先生，是好的。那说一说你的角色好了 ，Andy。我这个角色，我只是非常简单那个角色，他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他从一个很有规矩的一个人，后来犯了规矩，是就是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就那么简单。是有一些戏哈、啊，真的那个。感情是很微妙的，包括了最后一幕，当林家栋先生一直往前跑的时候，你本来瞄准他了那场戏，后来你放弃了，我不要打你了，我就不要开枪射你了，哇，那个情感我觉得还真的蛮复杂的。那个是男人了解男人好，我真的相信他是为了爱情，所以我就放你一马吗？这个是一个我们用了一个比较人性的方向去做，我觉得那个人本来他性格他都是好的。只是因为有一次冲动，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接着下来，他要用很多很多很多错误去弥补他以前的那个决定，所以到最后，其实他还是在良心上面下不了手，这样，只是那么简单。我觉得每个人去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都会有同样的错误。是，对。其实你像你吕泽这个角色好了，
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当然有打斗的戏，对不对？然后也有很温馨的那条跟小妹妹的那个类似父女情的那条线。对，每一个线是你个人可能感触比较深、比较喜欢的。小女孩的那场戏我都很喜欢，因为基本上，在我歌迷会啊，就是因为我认识我的歌迷那么多年，都要看他们从小孩。他刚刚来的时候就像 那些小女孩那种年纪，然后看着这三十年他们慢慢长大了，长大之后他们也有下一代，下一代的那个小孩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对小孩的那种感觉特别怎么说，有感觉，是特别能够牵动你的心。 对是林家栋先生，其实在这次的风暴电影里头跟你的老板真的有很激烈的对打的戏啊，打来打去，然后翻来翻去，然后有一场戏是楼梯口直接打到那个高楼外面半空中那种戏，打得过瘾吗？就是打他。那场戏是很，我们拍了一个多月吧，当时还是练习很久很久，练习了差不多四个月，要练习那个巴西游熟，要练习才能够拍那场戏。是我跳了很多，我去年的时候在上海拍戏的时候，他给我电话，你要拍这个电影，你要练习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啊，那么辛苦的，但是他说是你跟我打，我心想好了，十多年的再地头的戏啊，全都一气过程打出来了，我好就学的怒火，你知道吗？就埋在心里已经一段时间了。哇，所以他能打得过我。这个是现实，没办法。这么激烈的一些打斗的戏，两个人都是亲身上阵吗？大部分，当然不可以说有没有，但是一定会有一点点。对，所以我说辛苦啊。不辛苦啊，还好。我比较的话，他比较辛苦。是。真的他是书生嘛，你知道吗？是，就有了。当然好了。因为是我们之前已经在拍。开拍之前已经有碰过面，哎，冷静啊，听我说，慢慢说。我说的不错吧？听得懂吗？你们听得懂吗？现场朋友，你们笑啊笑。他们没有说听不懂，没有听不懂，怎么样处理这个？因为是我自己在拍之前跟他已经有一个有谈恋爱了，对吧？你有谈恋爱，他有没有的？我小心一点。我刚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姚晨刚刚怀孕，我以为他真的已经那么快的时候。没有了。没想到。没有了。但是那个感觉蛮真的不错，因为是我之前也看过他的演出，说觉得是应该配合得来的。是，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啦，就是你十几年来拍电影啊，这很少很少很少拍感情戏哦。所以这次接到这样一个角色哈。他因为他说你当男生还当不好，还跟女生拍戏。做他。你知道吗？就是从他踏入我这个公司之后，他每一年都会跟我说，如果我有一部戏可以谈恋爱就好。我每一年都要求的那些女的演员去拍，没有一个人答应。你家到还要不要讲？因为他们有要求嘛。花了十多年，那么十多年，如果你跟他说，他一定跟你拍吧，不跟我。不是跟你拍，你要吗？有要求吗？你要，对啊。所以刘德华先生，你是怎么说服这个姚晨跟他拍感情戏？如果你这么说的话，这个很难说哈，这个是秘密，对不起哈。有机会我到在年纪大一点点出书的时候，我会把它写下来。我们期待。Okay、好，其实这一次这部电影哈，有很类似灾难片的感觉，特别是炸掉中环的那场戏，不得不提啦。我看到一篇报道，另外一个老板江先生他说，这个刘德华每天都在跟这个导演密谋啊，这电影越拍越大，花的钱越来越多啊。刘德华先生，你跟他说他是他要的，知道吗？他每天就是这样够吗？这样够吗？然后这个爆炸好吗？我们要不要就是拍一个 aerial shot， 然后看到爆炸？我说怎么拍啊？然后就是他一直的老是说我超支，其实他自己每个镜头他也不加钱。他镜头就要越来越大，越来越疯狂，但是就跟我说，你真的不能再花钱。我说你不花钱，然后镜头又需要那个production value很高，那很难嘛。所以差
它是难搞的，我告诉大家，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觉得越南没吃到去了。哈哈哈哈哈！对不对？好，这个炸掉中环的这个戏啦。对，这个制作上面一定会有这方面的难度，因为我们的 budget 不是像老外的那么高，那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在他们如果在外国可能要拍三个月，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月里面把它完成。是。然后也需要就是在不同的光底下，因为我们要先拍真正的那个中环的那个外景。然后留意把那些灯光啊，或者是那个太阳从哪里来，几点钟几点钟，所有的镜头我们都把它记下来，然后一直到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搭了一个1:1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毕达街的那条街，然后在 lighting 上面我们还要配合我们拍的时候的那个灯光。是。所以基本上我们真的这一次我们用人力，而不是财力，然后我们用了太多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另外的地方去排练，因为我们拍的时间不多，在所以我们每一个镜头所有跑动的那种走动的那种场景还是要先排好，然后到那边爆炸，我就特地跟那个导演说，我们爆炸一次两次就不能再拍了，是只可以有两次的机会，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我们排好了之后一炸我们就一定把它完成，是。所以但是结果出来，我觉得很多人都看了，是。那希望大家觉得我们真的用心。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一个拍摄的现场哈，导演是最大的。照常理来说，权威应该是最大的。对。就好像一个球队里面哈，更衣室领队是最大的嘛，对不对？可是你是老板呢，你又是监制我，然后你又是演员哦，那个导演听你的还是你听导演的？在现场我听他，是离开现场他听我，他就完了，该做错什么就直接完了。在现场还是因为导演真的在现场，他要控制很多很多人，基本上我还是会给他面子，是，对对对，不要让他难看见。还是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习惯。习惯了。什么意思叫习惯？其实跟他合作是就有两个字，认真就可以吗？认真就可以，过得他已经可以，觉得是可以的。认真，认真。他好，可以吗？很好啊，做。OK。刘德华先生，你那个他每天哦，他每天都很认真在玩。哎，轻松，那是放轻松才能拍出最好的效果吗？不是吗？老实讲，真的这一次发现因为以前没看过他拍动作。然后这一次拍动作，真的看到他在前面的三个月是那些锻炼是非常非常成功，而且整个下来他没有花掉我们很多的时间。然后在他的文戏，大家看到他的文戏，他这一次处理的，我也觉得就是真的在我们这种类型的里面，这种类型的电影里面，他真的有他的味道，他的特点。是，其实影坛当然林家栋先生绝对是实力派。你以前演我也是，是你也是，我还没讲完。实力偶像派，实力偶像派，对不对？是啊，对不对？那是200分哎，对啊，实力偶像，对对对，嗯，帅，会演戏，哪里找对不对？是，这个华人影圈也好啊，就是其实会演戏的人很多，为什么单单挑了林家栋先生来演陶成邦这个角色？谁要其他会演戏的不签我公司，对不对？你就是照顾自己人就对了。那当然了，难道要照顾外人？这个角色，我只是觉得因为在他踏入我们这个公司之后，我觉得我真的要求很多很多导演，希望可以拍到他，让他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确实是蛮难的。这个世界真的不好说哈，这个他一定要到一个位置，才会有导演找。在这十几年里面，真的我们看到那个世界上那个事态，真的哈，贤良，你知道吗？那希望我们这一次大家看到这部电影，如果他真的演得好，希望大家写好一点，未来就不需要我那么痛，每一年去求人哈，懂吗？
放心，未来的日子就是我未来就靠你，对吧？啊，没问题。是，可是我看到一些报道啊，就是林家栋先生有曾经说过，其实十年来啦，其实也有人找你做过主角啊，可是那个时候你感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对，对，所以你拒绝啦。对，所以现在觉得说到了风暴这个角色，你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过去的话是，过去十多年之前的时候是拍的是不太多，经验不太多，想法应该是也不太。太了解很多东西没有太过了解，也是通过问刘德华，他要叫我怎么样处理一个剧本啊，处理一个角色又怎么样。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也刚刚前年他给我这个机会监制一部电影，让我看得更远更多的时候，我才觉得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能踏实一点，我才觉得想要去能够去当主角这个十年。你又笑什么？听不听得懂？以前有人讲不演，现在老了，没有人讲了，想做没机会了。说的华语不好，为什么呢？我受够了。在舞台上面有风暴，我的。牛郎之间的风暴正在酝酿当中，对不对？还没开始。是刘德华，你小心一点。上一次六月份的时候，你来到新加坡为盲探做宣传，对，那时候我也开心，现在不开心。对呀、啊。可是你这次哦，因为你是老板，你出钱哎、欸啊，有没有票房压力？没有，真的？对啊，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应该可以的，不会有压力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多少？啊？多少票房？多少很难啊，这个很难预计这个票房。是，不过绝对可以赚钱。江先生丢空是这样跟我说的。是另外老板投的比较大，所以他觉得不应该可以，我觉得应该不错。是，那你而且是他告诉我一定稳赚的，说我才投。那他有没有说如果不赚，他把钱退回给你？有，所以我没压力，他压力比较大。你很厉害嘞。好，我们说一下好了。这次呢，因为你说你在拍摄现场把很大的权力交给了导演嘛，对不对？那你作为一个老板监制，你前期跟后期的那个剪接抓得很紧。对，因为因为他是新导演，是，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找了所有的演员之后，已经确定了演员之后，我就请了他们到香港。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三天四天的时间去把整个剧本再看一次，然后从他们的那个态度上面再改，然后就请导演再写，然后到现场才开始真正的拍。那所以我就让导演可以在现场的压力比较能没有那么重，这样子。所以剧本一定是一改再改嘛，对不对？要修正嘛。前期的那个时间花了很多，但是到现场真的蛮顺的，是蛮顺的。然后到拍好了，拍好以后，反而我一直在跟他说，因为有些新导演他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当导演或者想当导演的，想一想，真的，一部戏就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他能里面能那些 content 需要多少，一定要很清楚。他就是中间拍了大概快三个小时。所以其实有很多打我们都剪掉了，因为就要放在这两个小时。而且本来那些爱情线不是只有他，我也有，但是结果我也没了，剪掉了。是的，我牺牲很大。对，但是我也是喜欢拍，不一定要有。只在乎曾经。来，这是我们新加坡媒体又一周的通灵。你看了吗？看了。好。那其实因为江监制他曾经说这部戏其实比台上还要好看啊，那其实刘德华先生已经觉得真的是自己演得比梁家辉还好吗？不同的角色，他演我这个角色一定没我好，我演他的，因为我一定没他好。一样，所以不一样的剧本、啊。然后我觉得韩战真的是一个新的指标，但是我们这个是在整个画面上面啊，还有一些在我们这一次注重在那个制作上面的那个production value上面的东西，对，是。他有他自己开了一家制作公司，他现在也是老板，那是他，所以他现在很傲气的跟我说，未来我拍你，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林家栋先生？这话不可以乱讲的。我告诉你，剧本已经差不多了，剧本已经差不多，差不多，真的。什么时候开？应该是2015年之前吧。2015年之前。2013年底喽，现在。对，还有一年多。是一年多时间。我要减肥嘛，我要锻炼，不需要，差不多了。哦，好 ，OK。要做准备嘛，专业的老师。我以为要我吃胖。好，刚才的问题有没有回答到投资？我没有，其他没有特别的投资，因为我真的我不大懂，我都是卖那个，可能买房子啊这样，对，其他没有很特别。我有本来想买的，哇，它现在很贵。对对对对对。哦，对啊。现在比较便宜一点，因为我们有降温措施。哦，是吗？一点啊。比较便宜一点，希望这边的哈推广的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再降一点点，有好的地方，哎，迟迟有些有朋友已经告诉我有什么地方好的不好的，其实我一直都有 follow 这边的 property。你会告诉我你住哪里买哪里吗？我要买隔壁。我要把整区都买下来，然后一直投梦，哦，1块钱买回来5块钱卖出去。哦，投资大亨，买好。来下一题。来这边，第一我先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导演他对整个在那个电脑上面的那些 computer graphic 上面的那个技巧非常高，然后他一直都希望有这个 3D 的部分，因为他说他这个场景还有他拍摄的方法都很适合。那我自己是比较没有那方面的那种知识。那所以我就一直在学，然后中间开始的时候我不同意他是 3D 的，然后结果他是要求我先拍一场，那我们就把一些旧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我们从11楼打到8楼，8楼打到5楼，5楼的那个就拍了一次，做了一次 demonstration， 然后结果出来那个效果不错，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其实这部电影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经过了这一次，我学习了这整个 3D 上面的那个整个部署，或者是它的技巧，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课题。是。那这个我学会了，然后这一次的那个整个下来，这边有没有 3D？ 这边有。这边没有，我说我这部电影有没有 3D？ 没有。没有。这边没有。电影公司老板说没有。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们一个尝试。希望就是如果有机会看到 3D 的话，也给我们一点意见，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是前期就开始做 3D 的，不跟其他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是后期的那种 3D。是，也不错啊，有点。我一直下来都很希望就是演，其实很早很早以前，我都已经曾经谈过，结果没有谈拢。就是本来是春光乍泄，是吧？乍泄，泄，春光乍泄。对，本来是有机会去演的，结果谈，导演跑了，哈哈，没继续找我。那可能是我的形象可能不大适合那种，而且我的那些，我老实讲，就是对床戏的那种感觉我不是那么强。一直下来，我都有跟这边的一些接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少找到我们去投资。就是以前新加坡我们也投过，但是没有人继续找我们，因为我们在香港很难，真的每段时间就跑过来，就好像最近那个妈妈不在家的那个，我觉得我也在飞机上面看，那我觉得整个架构或者是那种题材，我觉得都非常特别。所以那我希望真的今天在这边，我希望就是如果这边真的，我且没有那些人多可能，但是我真的可以配合大家，而且我可以把我30几年对一些电影或者是对一些新导演的那种技巧可以跟他们研究，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可以直接找我们，那我香港的公司如果想知道，随便问一个这边的发行都知道。好不好？是，好。很希望，我也很希望这边的人找我演。我虽然很贵，但是值得。为了好剧本，你可以减半吗？你的片酬？没有，我可以投嘛。啊，你可以投，我可以用片酬去投。啊，我
对不对？是。对啊，这部戏我也是用片酬投的，我没有在口袋拿出来放钱。是，所以刘德华先生哦，没有，我从1991年我已经开始投一些新人的，那个时候我还是那种小三的角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群有心的人一起去。我到现在今天我也不会，如果真的跟我一起合作过以前新加坡的那些跟我合作的新导演，他们也会知道我其实如果我看了剧本，我觉得有感觉的话，我会很放手的给他们做。是。那结果可能出来达不到市场的要求，那不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能承受的那些痛或者是那种亏，我觉得有时候吃亏对我们的未来是好的。看到刘德华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走过来哈，所以你个人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当老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电影的话，一定要不能亏，一定不能亏。那个，如果可以有办法，所有拍戏都不亏的话，请告诉我。太难了嘛，对不对？是太难了，是。好，来，媒体朋友们，来，还有。10年前的《无间道》也是从差不多13年前，在我公司慢慢从一个零开始去，然后《无间道》也是我自己一个制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那我们两个最大的分别是，《无间道》那个是那两个角色，他们的命运是他自己决定，啊，不是这，对，是其他人帮他们决定的。比如说，梁朝伟，他是因为警察局，就是黄秋生的那个角色，让他的生命变成那个样子。他一直希望可以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是结果还是交给人家。然后在我的那个角色，就是那个刘邦版的那个，就是那个，他也是因为他也是那个郑志伟那个角色，让我改变了我一生。但是这个戏我们就换了一个角度，其实每个人他都在自己选择的状况底下，这个比较主动，那个比较被动，所以我们这个是想大家去。真的去 study 一样东西，是有些事情当你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很用心。然后有时候冲动会让你的人生改变很大。你人生当中有很冲动做过什么事情，也改变了你的一生吗？我是有的，不好意思说了。不能说哦。哎，那我老了，我写书的时候我会把它。又点头。看到林家栋有改变，是看到他们把中环砸掉，哦，反转。我耳朵不好，我耳朵。我们是一家人吧？哈哈，果然感情不一样。对，是。那刘老板，哎，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希望我们看到些什么？看到好看就好了，真的享受就好了。是，谢谢。好，希望这个票房哈卖个满堂红。靠你们了。